2023在8月8号进行了四公的录制，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场可爱的周深。有一组选手教导师跳舞，本来在选手表演的时候，周深跟着律动跳得很好，手脚也协调，结果真正教的时候，手脚就像是借来的，不听话，有点萌萌的感觉。后来录制间隙，大部分现场的观众都在大喊周深跳舞，王嘉尔就一本正经地逗周深说，我听说周深要跳舞。周深一听到吓到直接跳起来说，我刚刚这个动作都学得这么难，你们放过我吧。Ella 接话说，演唱会能看到周深跳舞了。周深瞪的眼睛咕噜乱撞，不太确定地说，可能吧。王嘉尔马上就接话说，有可能周深跟演唱会只跳舞，太好玩了。话说如果周深真的一开场只跳舞的演唱会，迷姐们肯定会直接疯掉吧。而且后面周深和 Ella 说悄悄话，还说谢谢我的编舞 Ella 老师，并且又模仿 Ella 跳了一段，这是真的要开舞台演唱会吗？而且录制全程 Ella 和王嘉尔很多次提到周深的演唱会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小道消息啊？求求透露一点呗。周深节目的录制现场真的快乐多多，惊喜多多，精彩无比的现场，太羡慕现场的观众亲眼目睹深深的精彩表演，继续守望观看周深2023节目精彩呈现。周深一个让无数人为之倾倒的歌手，一个在音乐界屡创佳绩的实力派，一个拥有着无数 OST 资源的幸运儿，他的歌声如同天籁，他的音乐如同魔法，他的作品如同珍宝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为什么他能够获得那么多的 OST 资源呢？怎样恋一个爱，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，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，我当然会沉醉个痛苦。第一，周深有着不错的基础流量，周深是目前内地最受欢迎的纯歌手之一，他的粉丝群体庞大而忠诚，他的歌曲在各大音乐平台都有着很高的排名和播放量，选择周深来演唱 OST 就等于给影片带来了一部分固定的受众和宣传效果，周深的流量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潜在观众和听众，提升影片和歌曲的知名度以及口碑。默念分散过，不破恋恋不休，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，谁来煮酒。第二，周深有着非凡的音乐才华，周深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歌手，还是一位优秀的音乐人，他能够演绎出各种风格和类型的歌曲，他能够把握住每首歌曲的情感和氛围，他能够用他独特而动人的声线给每首歌曲赋予灵魂，选择周深来演唱 OST 就等于给影片增加了一道亮丽而精彩的色彩。
三，周深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。周深是一位非常敬业和专业的歌手，他对待每一首歌曲都非常认真和负责。他会根据影片的内容和风格来调整自己的演唱方式和技巧，他会与制作人和导演进行充分的沟通和配合，他会尽力做到最好。老师不用放那个心情，老师不带人声的啊！哇！来，一品 OK 的队长回我一下。选择周深来演唱 OST， 就等于给影片保证了一份高质量和高水准的音乐作品。综上所述，周深是一位非常合适以及合格的 OST 歌手，他有着足够的实力和魅力来为影视作品增光添彩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周深能够获得那么多 OST 的资源，因为他值得拥有。周深是一位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歌手，他用他的音乐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感动和惊喜，我们期待着他未来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 OST 作品，让我们一起欣赏他的歌声，感受他的魅力。朵朵朵朵浪花，相聚一个家。朵朵朵朵浪花，朵朵朵朵浪花，相爱一幅画。哦，浪花朵朵朵朵浪花，动情的节拍，携手心月光精彩。哦，浪花朵朵朵朵浪花，人梦的舞台，掀起小孩的澎湃。爱打未来，痛爱痛在，爱打未来，心相如，情牵挂，踏浪高歌，爱打未来。